好，大家继续测地未影，而家就打合众啦，应该系就系、是、黑白一嘅地区。OK， 一嚟就系呢三个人啦，呢三个人咧就系火猴系嘛，叫咩啊？叫炎叶猴啊，一只叫冷水猴，一只叫做花椰猴嘅，好似系咁啊，三种属性噶啦。世界级嘅挑战咗呢个场景太现啦，咁啊，巴特嚟回一回你啦。哦，应该打三个，哇，咁样都几难打喎，死啦！我唔记得换重呢度，举件牌先。嗯，水技啊，一齐死啊！然后呢一度就用火爆喉啊，鸭嘴龙。咁啊，讲下题外话先啦。呢一个嘅新 moon 啊。呢个新 moon 咧就一样，就如我所讲咧，二周目就未必会全部拍晒，因为我咧而家喺度忙紧草图鉴啊。而呢个二周目咧，大多数都系捉呢个嘅究极异兽啦，同埋系应该都冇啊，净系究极异兽啫。咁对战塔咁啊，考应该都会拍一拍嘅。然后我都仲未打 red 啊，即系对战塔之前咧系有个 red 要打，但我都系未打嘅，迟啲再打啦。等我储埋图鉴先，我会尽快搞掂。好，咁啊搞掂，哇，好犀利啊！但系同你一场恶战嘅我咧都系唔错。哇，冇得回血啊！我有得回血。咦？等阵先，我系打一个就完啊！我试一次先，冇理由噶，应该要打几个噶，试下先。唔系，合众，试下打火之后打木吓，系咪要打晒三个先？正常嚟讲应该打三个啊，定系只系揀一个嚟打呢？咁啊，尽快秒晒先啦呢度。好，然后火爆喉啦，火台，爆炸笨，大火，哇，争啲死，顶得住，杀！好死埋，之后就用海暴龙啦，暴风。好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使唔使打？喺、啊、你赢咗继续持续，哦，真系打一个啫，只系三拣一咁样。呢、這个好记得啊，普通系呢、這个。欢迎我元道馆训练家七宝博物馆嘅馆长啊，卢慧，卢慧啊。分呢家用我倾最呢个倾住爱意培养嘅精灵研究下你嘅战术，因为嗰阵时都记得啦。因为黑白系嗰阵时玩翻嘅第一隻，即系中途玩完六宝石之后都冇，中间都冇玩过啦。之后突然之间玩翻就系黑白啦。好，全部都系普通系啊呢度。啊，净系用岩分时间。哇，连锁！好斩，都几麻烦。其实呢个连锁技能啊，格斗近拳击呆龙，好抗格斗果，好舌头照杀阿力。哦，真系厉害啊！要好好表扬你嘅。呢、這个系草啊，我唔记得系咪草，唔知草定虫啊。哇，做咩啊？我以为轻咗嘅，头先冇字阿提，重系啦呢个大火，气息腰大。因为头先我揿佢咧，又冇字弹出嚟喎，我以为轻咗机定点啦，原来唔系啊，好在冇轻机嘅。再嚟大火，应该抗火过啊！冇抗火过啊！佢，呢度用岩崩啦，岩崩，毒粉蝶，全部秒，哇！识回血喎、啊，居然咁犀利，但系冇用啊，打唔入、啊。呢只只用岩崩先啦，嚟啊！猛毒，好搞掂，啊输咗真系强啊！我、呢个雷系啊，嗰阵时都好认得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都几特别啊！佢嘅衣着，全力以赴喺确信呢一点咧，全身会流过电流啊！
追求呢个快感会用可爱嘅精灵咧，等你头晕眼花。佢嗰只就系有只电嘅斑马啦，非常独特嘅衣着啦佢，所以我都好记得呢个。好，电灯怪地震，高速移动 ，OK 啊，顶得顺。电龙，佢应该有只斑马喎，唔通佢冇用？我争啲死路。电狮子啊！萬力好唔緊要，火馬啦，比卡超啊，嗰啲電斑馬去咗邊啊？自爆刺怪冇咗電斑馬喎，我仲以為佢會有添。不過咧，等你頭暈嘅，但係結果咧，我俾你電到啊，反太正啦，令人著迷嘅戰鬥方式，太斑了。呢個係邊個啊？唔记得啦，是打一句嘢牌先啦。听住，如果追求胜利嘅话，就唔可以有借口。有借口咧，一开始就唔好战斗啦。这个道理咧，对你嚟讲咧，估计已经多管闲事。降系系嘛？水啊！哇，气息腰带，好在嘢。沙漠蜻蜓，咦？地面系喎，睇嚟系。吸动光先。天蝎王照用啦，毒鸟啊又系，麻麻猪，冰地系，沼王咁啊叶依贝啦，叶忍斩，好，重甲暴龙照叶忍斩斩下佢啦，搞掂。哎，年纪轻就咁嘅气量啦。谂下你经历咗点咧嘅冒险伤害变到咁强，唔好太自大。好，呢个飞人系，飞人系魅影摩天楼咧，决定顶点精灵嘅对战啊！我中意顶点啊，喺高嘅地方咧可以望到好远啊，咁就暗示咗佢系飞人系啦。咸斌，我都记得，因为呢个系起喺飞机场隔篱啊，系咪啊？印象中好似系啦，即系都好多年前啦，黑白嗰阵时玩到化飞香油果火牙，真系，你唔想再讲咧？你啲技真系非常之奇怪出得，冇技，因为用晒啲技啊，可能大火啦，点都死啦，系嘛，搞掂。同你战斗咧，令我更强啦，多谢。久违输出全力嘅对战啊，好幸福。呢个水系啊，定格斗啊？火爆头先啊！有其他人咧同精灵喺一齐咧，呢份支持咧会令自己更加强大。多展示一下点样嘅强大咧？火系啊，唔系冰系，冰系反拳击，系冰系。冰系就啱晒啦，只哇争啲死啊！呢度好，呢度应该会死啊！我走一走先啦。爆画片，麻麻猪照用啊！好，佢个冰都几麻烦啊，系咁落啊，都顶到嘅，我谂顶多一弯啦，可以。法海斯打好完啦，因为佢已经冇晒技啊，火爆猴就算出场都冇用。寒冰，寒冰，寒冰咩区？寒冰新区加血。好，不过都 T E 无缝嘅话，你嘅友情啊，你好强啊，你同你嘅精灵都。呢个系系咪降系啊？头先个地面呢个应该降系啊。而家我寻求嘅系可以等我睇到光明未来嘅年轻训练家。正龙系啊，哦龙系系呢个冇记错系艾利斯嘅管家定阿爸，总之系有关系嗰两个识得嘅呢两个人。吸动光线，
睇波龙点啊？杀咁你都唔死？替身好，冇得再睇啦，系嘛 ？OK， 三头龙火爆好啊！近拳击，血液飞龙啊！血液飞龙其实应该走啊呢度，但我都惊佢有呢个嘅烧啊，即系大致烧啊，喷射火焰，唔知佢有冇嘅。佢未用唔代表佢冇嘅，其实呢度佢好奇怪出啲招，边系咪边铁壁保护线喺度？我惊佢用火技嘅真系。龙武好搞掂，赢啦！未赢，仲有几只啊？沙漠蜻蜓，寄生种子，直接边佢都 OK 呢度。哇！先大字烧，再补一保护先呢度，你多保护，唉，失败咗，冇计啦。巨岩蟹。云雀岩崩，好地震冇用啦，赢啦！失败后涌现嘅呢一个卓尔嘅意志应该点讲呢？好，感谢同你相遇，应该就系最后一个啦，天王啦，天王我真系唔记得啦，我见佢个样子都唔记得啦，火爆喉算啦。娇小而坚强嘅精灵咧，抬头仰望佢嘅训练家，但系见到动摇嘅种子咧，正喺度生根发芽，佢哋嘅对手前所未有强大。精灵用轻柔嘅叫声安抚训练家，战斗开始啊！头先读嘅系我嘅小说啊，鬼系训练家同佢哋嘅精灵咧之间嘅牵绊系我最爱嘅题材，我可以将你同你嘅精灵写入小说吗？系鬼系，突然之间醒起啊！佢一嚟会读嗰啲小说啊，我谂翻起嗰个场景好似系喺图书馆度嘅，所以又谂翻起啦，同名哦死埋。俾佢封我技我啱啱，巨钳蟹喺暴龙喺暴龙，巨钳蟹啊，水技炼狱，哇咁都俾你烧伤，好喺暴龙啦，冲浪，唉死埋，好久个梦妖开同名，唔紧要，三隻应该都 OK 嘅。怪异光线咬啊！痛评分，剑舞啦再，哇死啦咁铺 ，Oh my god， 唔系啊嘛，唔系去到呢度输啊嘛，冇输喺度，回避攻击，痛评分，我哋咪评分咯，好贴壁先呢度，慢慢评分啦。鬼火，唔紧要，鬼火保护，打佢，好，打多下就差唔多啦。怪异光线，呢度边都得回神，边嘅，俾佢分咗血啦呢度，不过冇问题啊，大家都系不断回紧血，我又回紧血佢嘅血啦，咁然后佢又平分咯，咁其实大家不断回紧血嘅呢度。夜黑魔人唔紧要啊！我而家开咗铁壁都又有痛评分，啱啱佢帮我回咗血添，因为我啲血咧就平均嚟计咧，我啲血系多过佢，啊唔系我啲血系少过佢。好，呢度唔可以用格技，即系得翻两招地震啦，高攻啲，自我再生好。呢只又系比较上屈技，我自己觉得呢只嘅水雾，唔紧要啊，一定冇人输啊啩呢度，佢点都打唔赢我啦，挑拨杀一百力嚟击啱啊！哇，我惊讶啦，惊愕啊！即使用尽我知道所有嘅词汇，都冇办法描述我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啊，或者应该唔系语言上讲到表达出嚟嘅，我可以讲你比我想象中强大。首先我要向我精灵道歉，都系因为我受苦啦。我唔系你嘅错啊，有胜利者先会有失败者。尽管系咁，我都系四天王之一，黑外啊。真系比较上难记啊呢啲，睇下佢讲乜先。
生活一场咧严酷嘅战斗，你咧不得不用尽一切手段啊！更重要嘅系咧，把握好自己嘅手牌，而唔系咧睇低对手。我哋开始啦，比试证明我哋真系活着。哦，系系嘛，系我系走走先，火把号地震加速首刀啊，气息腰带马威化岩崩啦。水流噴射马流奶 ,OK。臭唔够快啊。烟马大火。三头龙 ,Oh my god, 三头龙我两隻打三头龙嘅都冇咗。见过啊。唔好嘅有咩噴火我得佢其实。佢用龙星群。龙星群都好啊。有大至少你唔一早用。你睇下佢又系奇奇怪怪，四天王都系咁，咁嘅实力，四天王，咁就死得啦，仲用龙星群添呢度。阿布梭罗，阿布梭罗可以连种子都唔使掉，直接杀都得啦。哇，唔系啊，识大致消禁恶嘅，睇暴龙啊，急冻干尸，顺风，蛮力，真系黐线用蛮力。大火许愿，许愿唔似啦呢度。只要有人胜利咧，同嗰个对战嘅人咧，一定系败北。呢个就系战斗啊！优秀嘅斗士咧，唔会喺胜利后咧夸耀啊，亦都唔会咧喺失败后沮丧啊，只会追随下一场嘅胜利。有唔光彩嘅胜利，亦都有光荣嘅失败啊！有趣而令人烦恼嘅系咧，是非对错咧，并唔系咁一目了然嘅，就好似抛出嘅硬币。并唔系咧，总系以正面或者反面着陆啊！有时佢根本都唔会着陆啊，即系啲道理啦。超能力系嘛呢个巫师？超能力呢辈先啦，我唔记得系咪超能力啊？你边个啊？居然打扰我瞓觉啊！真系无礼啊！哦，你似乎咧同时具备实力同埋呢个善意，好啊！用尽你全力咧，唔好咧等我无聊到喺呢个战斗中打喊路，听唔听？听唔听得明？傲娇。超能力冇错，嗰阵时打四天王佢系瞓紧觉嘅，要叫醒佢嘅做主角嘅你。梦下啦，巨金怪咬死你啦！巨金怪开咗两下剑会当我流啊，动弹不得。艾露雷朵草技啦，沙奈朵咬死你。太阳衣背好滅团，因为佢用啲技术太低能。作为一个训练家咧，你既出色又优雅，你嘅精灵咧好有品位啊！好高兴同你对战。过去咧喺我战斗嘅时候咧，情绪波动极大地影响住我，极大咁影响住我啦。当我力量觉醒咧，几乎要摧毁身边一切啊！那个弱者已经咧不复存在，尽管咧有时候决心依然会动摇啊！我都系渴望咧优雅咁赢啊！如果愿意咧，再做对手。好，哇死啦！呢、這个唔记得啦，真系。再望一望个样，可能记得。我系练武斗士格斗啊，知道咧喺心中咧建立起斗士嘅力量啦，粉碎一切。好，格斗啦。草系格斗，死啦要走，完全黑住我。火马寄生种子中毒，点解？我毒尿，唔话即系要中毒啦。睇暴龙，暴风近拳击打完全唔痛啦，因为龙系因为飞人唔系，所以就唔痛嘅。杀完全秒抢都得啦呢度。呢只大力哇哇唔中啊，好中咗啦。超力王都唔系好劲嘅，佢啲虫其实不幸系最强嘅精灵啊，或者最正嘅组合咧，所以冇人可以确保胜利啊。但系变强嘅决心同不下嘅成长咧，本身就系伟大嘅力量。你展现出你嘅决心咧，令我钦佩啊，觉得厉害啊，漂亮啊，更高更强嘅为目标继续战斗。阿 N 啊 ，N 系冠军啊，好似阿 N 就系不同属性定点啦。
啊，保守啲啦，一嚟应该系佐罗亚克先，我记得佢好似系有只噶。你正如咧话想同我嘅战同我朋友战斗啊，系啊，令等呢个训练家有一个更深刻嘅相互理解算式啊，就系精灵对战。好，联盟冠军 N 啊，冇错就系呢个佐罗亚克啦，一嚟就三头好。头先我见到唔知咩咧，呢、這个火爆号无端端唔知加咗咩最高攻，被命中要害时攻击升至最大，但系人哋击中要害，但系我好似有加咁样，咁奇怪嘅呢度。哦，大镬，用唔到啦呢度。佢件牌影子球秒咗，系要火爆号地震鬼火，好少我会用鬼火，其实我觉得呢只灯。因为佢个特工就系佢嘅卖点啊，咁如果再用鬼火就嘥咗咯，我觉得自爆似怪，金属音去到一百咧，仲会用金属音呢啲技嘅，其实哦，你嘅精灵咧同好开心喎，同你一齐一定好开心啦。多样性嘅生活咧，正系神奇宝贝嘅自由 ，Pokemon 嘅自由啊，亦都系同我哋嘅羁绊啊。我仲要咧去旅行，呢、這个世界咧仲有好多我要去交流嘅精灵啊。同我想要寻找嗰位训练家，边位训练家？你已经完成咗，期待你下次。好，今集都比较快喎，其实，因为可能系都易打啦呢一个天王。佢头先嗰啲精灵咧睇落望落咧都唔系话啲大路，即系比较上冷门少少啊，即系一开头火候啊。都唔系嘅，我都唔知点解今日呢集会特别快，可能系因为实在易打啦，呢个合众地区嘅。好，咁下一集就系打新合众啦，就系黑白二嘅馆主啊，同埋一个冠军啦，就有艾利斯嘅，我记得。好，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，下一集继续打新合众地区，系咁先，拜拜。